看你要多大的年纪啊。好，这次算你。来，下面展现我这个。感觉你蛮开心的样子，很激动。紧张吗？这个是真的怕，真的很好。刚才感觉有点要倾斜的感觉，有点挺高的吗？身体有时候还穿高跟鞋。你没事吧？有点恐高，所以我有点控制不住，我浑身一直在抖。哦，看得出来你在发抖。我刚才感觉他扶着车，哎呦，一直要往下倒。拥抱着，拥抱着，我跟适应一下。